好，各位下午好。Hello。哇，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厦门的黄厝这里哈。大家下午好，这位美女是谁？这叫银宝哦。因为我们近期我们会用一个节目哦，大家敬请期待。所以今天韩国人我们就在厦门的海滩，我直播给大家。今天天气超级好。大家看一下前方哦，来喽，三、二、一。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去留住这个。现在很舒服，一台咖啡车，哦，它就在上面做饮品。对，然后你们看，然后这里都是分散的那种小的座位，你坐坐看好不好？哇，那你坐这。是太舒服了啦，而且你看，我觉得很有创意，是它这个是拉的车，可以等会儿拉走，可以滑走，对，可以拉车，可以去装土豆哦，很漂亮。对，它还有自己的一个小餐桌哈，都是可以移动的，一个很特别的。看一下好不好？这好叫什么？海边巴士。对，所以它这个应该就是可以在上面拍照。对，它可以进去喝东西啊，然后拍照啊，我可以进去看一下。师傅开车，上车。师傅，我要到旅厝哦。我们现在就坐在一个车里面哦，这个双层巴士里面，喝着。哎呀，就好像毕业哦，对呀，致青春。啊，太爽了！我脸越来越圆了，怎么办呢？我一到这里的时候，我确实我会觉得真的很假，就很漂亮，所以觉得。就是你会觉得哇，这是我印象中的大陆。嗯，我们会觉得好像这里大家的思想可能都还是这个七八零年代那种感觉。对，那个都是我们的一些错误的。没想到今天来看到，我都怀疑我在哪里了。吓到是我们今天来是平日啊，对啊，那平日竟然人潮还是非常的多。你在沙滩上玩、拍照、放松，所以今天给很多岛内朋友看到这里，尤其用直播的方式哦，我觉得更加的真实啊。大陆让我觉得探索下来越来越喜欢，会有一个惊喜的感觉。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我来到大陆感受到最大的魅力。